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 CTI Talk。 我们现在在节目同时有双开直播，在中天的电视以及大国武器大国 On Fire 的频道，请大家帮忙订阅、按赞还有分享。我是张延廷。今天2024年9月4号，昨天是军人节啊，昨天是93军人节，也是抗战胜利纪念日啊。因为在民国34年，也就是1945年的9月3号，日本在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的大礼堂向中华民国投降啊，执行受降，他叫投降嘛啊，我们叫做受降，接受他的投降啊仪式，就是抗战胜利纪念，也很对这些劳苦功高，尤其在抗战对这些老兵啊、先生、先贤，还有这些为国家牺牲的将士啊，致以最高的敬意。我这个礼拜以及上个礼拜，我也利用时间到退伍人员的宿舍啊，他们都已经这个垂垂老矣哦、啊。他们那有一个人打过，有一位北北103岁。103岁，他打过会战，另外有一个也是102岁，打过在昆明，守昆明机场，那时候空军官校有昆明分校在云南哦，他日本的飞机来轰炸，好几次来轰炸，他也是死里逃生。尤其那个前面讲的103岁那一位，那个子弹从他的旁边耳朵飞过去，我听他讲哦，在我的脸书上我有分享，我都带一些水果，因为9月17号就是农历的8月15，就中秋节了。我跟他们贺节，啊，我买了一些文旦，啊，亲自到他们住得很分散，好几栋宿舍，哦，这个在3楼，这个在5楼，这个在2楼啊，然后这个2楼还有，这个1楼又有，啊，这个28位啊，分散在好多地方，我就跑来跑去，啊，然后去买一些柚子上了。他们看到我去，还是很，他们很期盼，很期盼。那他们打过抗战。所以我在今天早上某一个媒体，我就讲，我们希望今年民国113年国庆日10月10号，在总统府前面的时候，我们希望有邀请这些抗战的老兵，因为只有抗战的老兵才使得8年抗战赢得胜利，台湾光复，重回中华民国怀抱。是这个样，我们要感谢他们。那现在这些打过抗战的都100岁了，因为抗战民国26年1937年爆发，到现在为止都已经87年了，87年。那抗战结束也79年了，79年，1945年到现在有79年。那79年，就算最后一批在打仗的20岁好了，加上79，就是99岁了。最年轻的抗战的几乎都90多岁，没有80岁的了，没有80多岁的，80多岁不可能打过抗战，80多岁，那除非他是幼稚园就开始打仗，那因为抗战结束都79年了，啊，那他那个时候他是个流亡学生，是就算是高中毕业好了，18岁，啊，18岁加上79，也97岁了，最年轻都97了，呵呵，没有低于90岁的啦。那你知道幼稚园怎么打仗？不可能的事嘛。好，那这边就是提到这些，那这些都快凋零很快。希望今年这个，尤其是立法院长韩国瑜能够邀请这些抗战退伍老兵。我判断再过5到10年，绝对不会超过10年，我们全中华民国打过抗战的就全部都没有了，全部都没有了。因为再过个5年10年，就抗战结束90年了，那他们如果是20岁加入抗战行列，年轻嘛，也都110岁了，能够活100岁都不得了了。我们每次祝人家生日快乐，都是长命百岁嘛，对不对？那今天来跟大家来报告几个题目，啊，就是，我们讲一下俄乌战争。俄乌战争打了2年8个月，快2年8个月，从2022年的2月24号到现在2024年了嘛。打快2年8个月，那我们看看整个俄乌的态势，战略态势。
当初的战略的决策怎么样，我倒想分析这个战术或战斗，我这个我就不像跟大家讲的太细，但是我就从野战战略的观点，从军事战略的观点，甚至从国家战略的观点，还有从国际大战略的观点来跟大家分析啊，这样子。因为我毕竟读过这个指挥参谋学院，读过战争学院，那我的硕士班跟博士班我写了很多关于军事的，那我升等副教教育部副教授也是写的军事问题，两岸的问题，那我写的升等的正教授也是写的是两岸方面军事上面的问题啊，所以这边也跟大家来做分析啊，那做分析，那我在报上也写过一些文章嘛。那我们现在看这个，我们讲到的这个顿内刺客，顿内刺客现在要打到红军村，大家可以看得出来，这个所谓红军村啊，这个就是红军村，红军村这个小小的村庄啊，这个地方啊，就是十二平方公里，红军村不大，十二平方公里，十二平方有多大？住了人口只有六万人，一个村庄能够多少人？就是六万人，六万人，十二平方公里就是这个区，但这个人很重要，你看到没有？那俄罗斯是从东打过来，从东嘛，从东打过来，乌克兰在这边嘛，从东，现在距离红军就在近在咫尺了，兵临城下，要把红军，为什么红军村重要呢？红军村在顿内刺客啊，对不对？顿内刺客，你看它的交通线，大家可以看出来，你的五条线，一条、两条、三条、四条、五条，那这边还有火车，还有火车经过啊，铁运啊。我们讲刚才讲的是公路啊，那还有铁路经过啊，你把铁路经过，你把这个五线拿掉，你铁路经过的拿掉，铁路经过的那就是五线一二三四五，四通八达。那你这个一过去之后，那整个交通线那个就对乌克兰就不利了嘛，俄罗斯可以长驱直入了嘛，红军村。那红军村为什么守不住呢？因为乌克兰把军队调到我们讲到的库尔斯克调到那边去了嘛，一万多人嘛，去占领了1200平方公里，在库尔，大家可以看到那个影片啊。那这样子的话，兵力担保，乌克兰兵力已经够少了，还是抽调兵力去跨境作战，跨到库尔斯克州。库尔斯克州是俄罗斯的西方靠近乌克兰的，那这个地方就担保了，刚好参保了，就刚好成长期植入。这个乌克兰的这根本守不住，俄罗斯从这边一路势如破竹，破进这红军村，啊，这个交通要地，啊，大家可以看得出来。那这样的话，失去了红军村之后，这个是我们知道，这个俄罗斯已经占据这四个州，北边叫做卢甘斯克，在下面的话叫做顿内刺克，卢甘斯克跟顿内刺克都叫做顿巴斯地区，大家顿巴斯。东巴斯就是卢甘斯克跟顿内刺克，在顿内刺克下面呢，有个叫做扎波罗热州，那扎波罗再往西南走就是赫尔松州，这四个州都已经独立了，啊，在今年的俄罗斯总统大选的时候，这四个州都有投票，啊，这个是他们在之前就已经独立了嘛，独立之后他们变成，当然全世界就俄罗斯承认嘛，啊，这是俄罗斯的附庸国嘛，但是不要忘了这四个州完毕之后，下面还有一个克里米亚半岛27000平方公里啊，克里米亚半岛，所以你加起来啊，这整个大家有个概念，因为我没有拿那个图来跟大家讲，我今天就拿红军村这个图来跟大家说。那现在这个乌克兰犯了非常大的错误，非常多，俄罗斯也犯错。乌克兰在刚开始打的时候，我认为他不要开战，因为乌克兰现在死太多人，大概40万到50万人阵亡死亡，还老百姓，不是光军人了，那受伤的人将近百万人受伤，你打两年多了嘛，这个火力都蛮，我现在火力杀伤是很强的嘛，是这样。那现在那个整个战略态势来看，虽然西方国家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总共32个国家在美国的领导之下都给乌克兰武器，包含这些比较大一点的国家，包含英国，包含意大利，包含法国，包含德国，甚至包含我们所讲到的波兰，
跟前面的国家比起来是稍微小，但波兰也算是个大国。大家来看，那都给乌克兰，乌克兰还是不够。为什么他人不够？那靠火力啊，靠这些军火、靠武器来发挥啊。那但是人也消失差不多了，最少兵员不够。当然也有西方国家有这些雇佣兵，那这是西方国家的雇佣兵。那雇佣兵，雇佣兵同不是自愿的、啊，没有被强迫的，强迫就跑掉了嘛。那这些雇佣兵，那关键雇佣兵有限，哎，状况越不利，雇佣兵越少；战况越有利，雇佣兵会越多，大家来捞钱嘛，是这个样嘛？那我们就知道了啊、原来这个乌克兰的问题是出在兵员不够，火力有一顿没一顿啊，现在又要长城武器，那他当初在跟俄罗斯人在开战的状况下，我认为就不对，要虚与委蛇来谈判啊，但尤其在顿巴斯地区，这俄罗斯裔的人民要怎么样来对待？是不是给他们有一块自治区，让他们完全享受100%高度的自治？要这个样，战原则上不要打，打成这个样子，乌克兰已经非常惨败残破，也让西方国家上了西方国家的计了嘛。西方国家希望你拿去拖垮俄罗斯嘛，结果两个都是以前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邦，也叫做苏联的，两个互相残杀嘛。那牺牲乌克兰拖垮俄罗斯嘛，这不是就是目前的态势嘛？乌克兰看不出来吗？看不出来。好，那一直打到现在2年7个多月8个月，那现在有胜利的迹象没有？打了两年都说要光复国土、光复失土，结果越光复失去越多，这是什么？63000平方公里，乌克兰就是那么大，603000。然后光复，他丢掉了11万多平方公里，将近12万，光复了没有？没有，没有光复啊！这些四个州越光复，反而失去的越多，那极有可能将来是割地投降，就这样了。或割地，要好听一点，不要讲投降，割地求和，好听一点嘛，是不是这个样？所以乌克兰在这一方面，两年多死伤太多了，整个一代啊，30年，乌克兰没办法复兴。人死的，年轻人都死光了，对，逃亡到国外的也可能有一半也不会回来了，因为经过2年3年3年多，在外面也落地生根了，他还能回来吗？回来家，回到乌克兰什么都没有，他要回来吗？所以这流亡在外的也不会有一半也不会回来了，那又缺人，又缺钱，又缺地，因为地被俄罗斯占了。二是不会还的啦，不可能的啦，他死那么多人，其实俄罗斯他所谓维和就是要占土地嘛，很简单的嘛，就是要设立缓冲区嘛，所以停战线一定是国境线嘛，是一定这个样，那不然俄罗斯怎么对他死掉的十几万俄罗斯人交代呢？是不是？所以我们看这个图就知道了，红军村一失去，这是个战略要塞。战略要地，红军村战略要地就是说一定要去守住，因为它交通线很战略要地，要讲第一个交通线很四通八达，运输补给非常快、非常快速，这两种。第二个，它如果这样不一失守的话，后方就没有我们讲的没有堡垒，没有防线，很容易啊一野平川了，这样子，那这个地方就不要丢。所以红军村是个指标，在红军村北方啊，在我们讲到的顿内茨克的西北方，又没有图啊，西北有一个叫做我们有一个叫那一个图啊，在去年2023年也是他那个地方也是大家也是在彼此的攻防，消耗了非常多的乌克兰的军队啊，就在那个扎波罗热北边那个地方也是一样，但是问题是投注了很多的精锐，到最后还是失守，被俄罗斯占去。那这样子的话，那这样子对乌克兰来讲，精锐都失去差不多。而且这个时候乌克兰军队越少的时候越要集中，因为都已经不够了，还在分散，那很容易被各个击破，被各个突破了。你要守到几个战略的据点啊，要这个样。那如果那个地方，我刚才讲叫做巴赫姆特，巴赫姆特在
顿内刺客的西北方，顿内刺客州的西北方，西北方。然后还有，我记得还有一个巴赫姆特的水库，俄罗斯还把那水库攻下来。那巴赫姆特攻防战总共是打了8个月，大家可以想一想，那个战况激不激烈？那个乌克兰还要死守巴赫姆特，那现在已经讲到红军村来了，那就知道了。换句话说，乌克兰一直在丢掉，丢掉他的据点，丢掉他的要塞，丢掉他的土地，这是乌克兰。那俄罗斯那相对俄罗斯是占据，当然俄罗斯有损伤有损害嘛，打仗没有不死亡的，说打个仗战役不死亡，全天下没有说不死亡的战争呐、啊，没有了。那战争的定义是要死亡超过1000人就叫做战争了，不然叫事变呐、啊，或事件呐、啊，或冲突啊，或争端就可以了，不叫做战争了。死亡早他们早就超过1000人了嘛，这个在2022年的2月就已经超过1000人了嘛。那我们现在看的这我们整个来看的话，就是那他跨区作战到库尔斯克那这个州占了1250平方公里，有用吗？用处不大啊。有一些比如啊，这个一路势如破竹啦，占了俄罗斯，你占了1000平方公里，你丢掉了12万，你占了1200，你占了1%能干嘛？让你占好了，那比你一扩张，一扩张又被各个击灭。你1万个人能够守住1200平方公里，我们讲了台北才200平方公里，你要守住1200平方公里，而且只有1万人，守不住嘛？俄罗斯只要一上来就把你整个摧毁了，从空中从地面摧毁了。然后这一个乌克兰也缺了几个条件，第一个空优，乌克兰没有掌握空优，我们可以知道，你空优没办法掌握，空权没办法掌握，你很难在整个战略态势上做完整，做我叫就是逆转胜，转败为胜嘛，这是一个嘛。第二个，他没有空优。第二个，他的补给线没办法完全畅通，补给线很容易有事没事被俄罗斯掌握，有没事就被俄罗斯做源头摧毁，被俄罗斯轰炸就变成这样。这第二个，第三个，基础建设经常被俄罗斯破坏，一下停电了，一下水库被炸了，一下发电厂被炸了，那么能干嘛？有很多事情现在没有电，你怎么通讯？ C4ISR 指挥管制通信情报是侦查搜索，才有监侦勤监侦，这些都是要电啊，没有电怎么弄？当然可以，我们可以启用紧急电力，你有多少紧急电力可以用？问题在这边，所以我们可以知道，重要的基础设施也保不住，空权没有，补给线没办法确保，都是他的问题。还有兵员不够，入不敷出，那个现在在役的那个平均年纪40多、43岁，年纪太大了嘛，年纪大了当然没有战力啊，这是一定的嘛，想当然尔嘛，体力不济嘛，是这个样。那年轻人呢？年轻人除了在国外跑掉了之外，在国内都已经征召完毕了。就是这样，所以兵源不够。第三个，火力没有完完全全到位，西方国家有事没事，那泽伦斯基一直在那边，那个干瞪眼，干瞪眼一直叫啊，赶快供应，这个不话从2022年讲到2024，就是这样，火力也有问题。那我们可以看得出来，这一次除了这个之外啊，还误击，他从比利时。给了6架 F-16， 那培养了5个飞行员，对不对？这5飞行员我们知道，这个 F-16， 这个 F-16， 这是 F-16A， 看得很清楚，看着座舱罩的颜色，而且座舱罩是单座的，就一个，不是双座，这是 F-16A。 那乌克兰的军徽已经用上去了，乌克兰的军旗在这个地方，乌克兰大家知道黄色跟蓝色，这是它的军旗，这它的军徽已经喷上去了。那飞行员跟 F 十六，大家可以知道，还被干掉了。飞行员没有来不及谈判，被自己的为什么空军总司令被整个撤换掉？误击嘛，自己人打自己人嘛，追究责任，最高就是空军总司令，这就知道了。那这个怎么会造成误击事件？飞行员没有谈到跳伞，可能还没有弹出来，飞行员都重伤了，或者是弹射系统、逃生系统已经不能弹射，破坏掉了。那个爆炸的威力
弹射系统都损坏了，那到底机毁人亡嘛，就是这样。那责任谁负？空军总司令。所以乌克兰空军总司令撤换，就是这样。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出来，乌克兰在这些方面，你看还有误击，他的指管通勤、指挥管制、通信情报都有问题。所以我们可以看这五个的问题啊，乌克兰怎么去解决？乌克兰到现在因为打两年多了，我判断大家也都是应该就要到尾声了，应该要到尾声了。到尾声了，然后俄罗斯也犯了很大错误。刚开始的时候，在2022年的2月24号，爆发，那个时候啊，叫铺天盖地，直接重磅摧毁。他没有，战争就是一个原则：一不做就不要打，二不休。既然要打，好好的打。结果要既然要打，俄罗斯也没好好的打。第一时间航空系统通摧毁，第二个所有的发电厂。通通给你存，让你 全国停电，通通停顿。俄罗斯怕这个还要复建啊，战后重建 啊人民的仇恨不要那么深啊，杀戮不要那么重啊，你顾虑到那么多，那就不要打、啊。战争一不做二不休嘛，对不对？好，那现在开始打电厂、打发电站、打配电所、打这些，现在打这些干嘛？两年前为什么不打？这些发电站、发电厂、配电所是不会跑的，没有像坦克跑来跑去，这个炮车、火炮跑来跑去，卡车跑来跑去。现在就是为什么不摧毁？现在在摧毁，干嘛现在摧毁？你迟到了两年半，迟到了两年半要摧毁人，所以俄罗斯整个的战略规划是有非常大的问题啊！战争就是一不做二不休。对，现在才是那换句话说，那在这个在现在摧毁了，那在这两年多来，俄罗斯平白无故死了多少的将士，死了多少，是太多了。打仗绝对是铺天盖地，整个下来，用诸般手段、诸般火力、诸般武器、诸般装备全部下去，这个防空飞弹通通给它毁掉，还有多少的？这个雷达站通通毁掉打瞎啊，还有配电站通通打掉，通通让它麻痹，因为没有电力了。现在所有东西，电脑也要靠电，通通要靠电，通信联络通通都要靠，通通给你没有电。当然你可以紧急发电，我看你紧急发电弄多少，而且晚上的时候通通容易抓，因为你在发电就会有热，热我就抓，红外线就开始抓你，但看哪边发电，白天也可以抓，晚上更容易抓。所以俄罗斯，我不要讲俄罗斯有妇人之仁，他这个当初就避免过大的损害，避免过大的仇恨，避免过繁的战后重建，避免战后要需要更多的经费 来建设，那就不要打那么狠，不要打那么，那既然这样子，那这个战争算什么？那平白死了那么多人。所以俄罗斯整个，它虽然有伏龙芝军校，四大名校里面有伏龙芝，大家知道西点军校啦，伏龙芝军校啦，还有法国的军校啦，对不对？还有以色列的法塔，是不是法塔军校啦？等等，这四大军校包含黄埔军校啦，黄埔军校算伏龙芝军校，我们培养出来的应该是军事人才、军事将才、指挥啊，怎么会有这个样？那如果是我做指挥，我一定先把这些刚才讲的五大项，包含防空飞弹，配电站，雷达站，雷达站，还有发电厂，甚至机场，通通，还有各种的弹药库，通通炸掉，管他的，既然要玩就玩大的，一不做二不休，你玩小的，结果造成俄罗斯更大的损害，所以俄罗斯目前的伤亡。这一次俄乌战争，俄罗斯也非常的惨重，每一条命都很值钱的了。所以我认为我不赞成打仗，我不赞成战争，但是既然要战争，那就是要就要好好的来规划，要造成最大的破坏。那这一个被干掉之后，换句话说，俄罗斯在这一方面不会吹灰之力，你们自己就误击，自己人把自己人干掉，自己把自己飞机干掉，就这样。其实 F-16 它的算是蛮好的飞机。
电站装备也不错，挂载也多，性能也很棒。哦，雷达 NABG83 也不错，相位阵列雷达也很棒。那它应该很好，就看飞行员的培训、飞行员的技术，啊，它到哪一个档次来发挥它的空对地、火力支援、火力打击、战场主角、密接支援作战都可以用啊，看看怎么用。对，但是最重要，它还可以发射远距遥控武器、小牛飞弹、传统炸弹，太多了，啊，大家看飞行员的素质，啊，所以我们来看乌克兰。有这五个短板，包含他的空权没办法掌握，是乌克兰没有办法反败为胜、光复失土非常大的障碍。那我们现在看那个还有一个我们可以讲的喷火龙，那喷火龙的照片有没有？喷火龙现在乌克兰变成西方国家新式武器的试验场。喷火这个无人机挂了那个铝热条，就在那个人俄军上面就开始丢铝热条。开一路在那个森林，因为人躲在森林里面了，这个铝热条就开始一路丢，看到没有？它有那个图片，一路丢。那人在里面开玩笑，那惨不忍睹，那温度很高的，你看无人机那么低空，它这个影片呢，无人机大概就距离地面40公尺，就那么高而已。我一路丢，因为你越高丢，你看还造成爆炸，你越高丢就越不准，越低丢越精准。那人在里面那不得了，铝热条的温度是，你看人都跑出来，铝热条温度是2500摄氏，讲摄氏度不是华氏，2500摄氏度，那个烫到是不得了的，整个就毁灭，因为躲在里面呢，没办法，你炮打，你的火炮去轰它，他们人趴在洞里面了，但是热条就不一样，那西方国家既然发明出来，就用你看铝热条，整个撒过去，一路对那个路就撒过去，这是西方国家。这个变成武器试验场，这个非常惨不忍睹，痛不欲生。我们滚水又100度了，滚水100度就大家都受不了，我们手可以伸去都滚水吗？不可能的，这肉都煮熟了。铝热条的温度是2500，你看看那个无人机在那边撒一路撒铝热条，刚好它那个丛林地带啊，它的宽度大概就20公尺，那从空中刚好撒过去，撒到它没有为止，就这样。那第二架无人机再来，它变成一个变成一个新式武器的试验场。那现在印证了，现在就是无人机，将来的打仗就是无人机的天下，谁的无人机多，谁人机维持的数量多，谁的无人机的精准度高，谁的无人机的筹载量大，那谁就是战场的赢家。我从无人机嘛，无人机比坦克有用啊，坦克笨笨的在地面上跑，我靠无人机就好了。而且无人机现在还抗欺骗、抗干扰，你要他抗欺骗呢，他还抗干扰，他不要受你的影响，那叫无人机很管用。第二个，将来是机器人的天下，不管机器人啊、机器狗啊、机器骆驼啦，就是机器人天下。那现在看谁来在做研发，因为像机器人去打嘛，打坏了就是那装备损失嘛，那再多点钱买就好了嘛。那一个机器人多少？一个机器人那10万块台币，那就10万块吧。那这样还大家买机器人嘛？上面扛了枪，扛了手榴弹，就到战场去了，变成这个样。我们看到目标就打，变成这个样。好吧，那这个我们可以知道，这个整个乌克兰战争就变成一个西方新式武器的一个试验场。但是到现在为止，乌克兰还有一个武器不敢用，也不能用，也用不得，叫做生化武器，生物，就是病毒啊，大家放那些病毒啊，生物就跟化学武器。毒气啊，芥子气啊，氯气啊，都是这个毒气。因为生化武器一用，就会让俄罗斯可以用核弹哦。因为你已经用生化了，那我就用核了，核生化嘛，会有这样。所以到现在为止，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发现乌克兰明显的用生化武器。那乌克兰有没有生化武器？100%一定有生化武器嘛？但是不能用嘛，可以拥有不能使用。你如果使用，刚好给俄罗斯使用核武，拿生化武器造成种族灭绝，那每一个人那个病毒一散开来，一发不可收拾。你用化学武器也是一样，所有人通通杀，生物也都杀，那觉得俄罗斯可以堂而皇之使用核武咯。对，所以到现在为止，乌克兰原则上有地雷，很多地雷，啊，有非常多的地雷，啊，但是却没有。你看这炸得非常的残破，
所以战争呢是非常残酷。现在无人机的视野，所以将来是无人机天下，下面的还有一点点结冰。那个时候是冬天的那个场景，还有人结冰。那现在的目标的精准，你看镭射定位瞄准镜，马上镭射定位，直接把坦克摧毁。所以我们知道无人机在这一方面，将来是无人机的天下。哦，打仗的时候可能不是几万架、几千架无人机啊，以后打仗是几十万架的无人机，上百万架，每一个无人机都很管用，从空中丢弹了，一览无遗啊，从空中的鸟瞰这种视角一清二楚啊。当然可以达到局部的伪装，可以达到局部的欺骗，但是问题是，那个它的将来的合成孔径雷达辨识技术也会增加，因为它的话术增加了，解析度增加了，判读能力增加了，这些伪装的效果就会变差，是这个样。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出来，这些乌克兰的整个战局来看是对乌克兰是不利的。那判断美国总统大选还剩下两个月，美国总统11月5号投票啊，今天9月4号，那只剩下两个月投票了。美国总统大选完毕，乌克兰战争就要告一段落，不告一段落能打下去吗？怎么去交代？新的总统上来就把它收掉了，就跟拜登总统上来先把阿富汗战争收掉，8月30号就撤军，他2月1号上任，8月30号就撤军，9月6号整个乌克兰就丢掉了，乌克兰丢掉了已经四年了嘛，大家可以知道。好，那我们现在看就是这个，除了这个，那最近所发生的事情也包括了中国大陆解放军运九的电子侦察机到日本的飞到日本的空域2分钟大家可以看得出来，这个是男女群岛运九的，这是日本公告的运九的情报收集机，我们叫情报侦察机嘛，一架飞机嘛这个是九州嘛，这是四国，本州在上面这是九州，这个是济州岛这个地方是男女群岛，男女群岛总共有5个岛，是无人岛，这是无人岛，这男女群岛是无人岛。那中国大陆的这个东海，它飞的这运九的电子侦察机呢，它过来这边之后呢，飞进去了这个男女群岛，飞了11点29分到11点31分，就2分钟进去，飞完之后呢，就来一个跑马航线。这跑马航线完毕之后，大跑马航线完毕了，还有小跑马航线。大跑马航线呢是逆时针，小跑马航线呢是顺时针。这个还都日本人画的都画得很清楚的大跑马是逆时针，小跑马是顺时针。整个飞了之后呢，又进入这个地方到飞了，又飞了1个半小时，然后离开，那循着沿航线离开，是这个样。那这样子，中国大陆在这一方面都强调是无害通过，当然电子侦察机它是情报收集，但是它上面没有武装，它也说是无害通过，是这个样。那日本有提出抗议，但我认为这个有点像中国大陆的运九电子侦察机在打擦边球。换句话，整个东海，包含这个第一岛链，将来中国大陆的飞机跟中国大陆的军舰呢，将来会经常出没在这个地方。那这个九州完毕之后呢，这个是我们知道，这个是那个种子岛啊，这个地方一路下来，这个是宫古群岛、琉球在这边，琉球好一下来，这钓鱼台，这那霸这边很清楚的这边在这里那霸，然后过来一路。那这个地方下面的话是八重山列岛，还有我们讲到的与那国岛、石环岛、八重山列岛在这个地方。这个地方是与那国岛，这个是石环岛，那这个就是八重山列岛，就在这个地方那看出来第一岛链，中国大陆的有时候军舰也穿过这些这边宫古海峡也穿过宫古海峡，这边这宫古岛、宫古海峡。好，那我们可以看出来这一个来看的话，这个就比较清楚的放大的它这边这样子进来之后从这边开始飞到这个地方，大家可以看得出来这个地方
飞到这个地方，飞到这个地方，飞到这个地方飞过去，啊，这个是我们讲到的，这个是逆时针，逆时针，这个图就看得比较清楚了，啊，它飞到这个地方，这个地方总共时间是两分钟，11:29到11:31，两分钟在这个地方，啊，那大的是我们只有讲到的，大的是这一个，啊，是逆时针，小的是这一个，啊，小的，小跑马航线，大跑马航线。那后来的时候，在这个礼拜呢，中国大陆的这个我们叫测量船啊，有人叫做测量舰，飞到中之岛，啊，飞到这个地方，从这个地方过去，不是飞到这个地方，是航行过，航行水下、水上叫做航行，啊，空中叫做飞行，啊，飞行。那这个从这个中之岛南方这个地方过去，这个地方，我们这个看大一点的，啊，这个地方。因为这是我们讲到的，这是九州，啊，九州在南部，这个图看不出来，要看出这个地方，啊，从这个种子岛的南方通过，啊，这个通过测量船，啊，测量通过。换句话说，飞机同进入日本的领空两分钟，测量船无害通过，中国大陆讲无害通过，测量船也没有武装嘛，测量嘛，水下的这些水文、潮汐。温度、盐分、洋流，还有水下的这种地形，它可以做那个现在那个雷达地形扫描，把整个的海底的状况统统一清二楚，哪边有沉船，哪边有报废的船，扫得一清二楚。同时，可不可以布放水下监听系统、水下无人机、水下无人机？可不可以？也可以，但这个都是不会去说，会不会做，也没有任何人知道。那执行的单位也不会说，是这个样。换句话，中国大陆跟这些军舰、测量船、海测船，啊，还有情报船，还有空中的这些电子侦察机，将以后都会在第一岛链，尤其在日本的相关的岛屿，啊，尤其在相关岛屿，啊，就做，我们讲的无害通过也好，或者是飞行也好，我们可以从这个地方可以看得出来，啊。另外，我们来看呢，啊。现在国防部会公布的，就是公布的这个中共的军机啊进入台海周边空域活动的这方面的状况，我们这边说一个，他又改了，啊，这个实线呢是领海基线，啊，这个是领海线，这是实线的领海线外面的这临接区，你看现在的中共的飞机呢飞到这个地方，距离临接区蛮近的。这个地方海峡中线距离临接区是24海里嘛，距离澎湖20，领海是12海里嘛，12海里，啊，这都是12海里，啊，这都是内水，啊，是内水。那现在呢，这是西南空域，你看它都有飞这些，包含无人机，这个它这里都有做说明，这是一，这个是二，这个地方都是二，这个地方是二，这个地方是三，三是直升机，它这么会有说明。直升机一架在那边做反潜训练，那二的话是这个区块西南空域，这主战机跟辅战机总共有9架是在这个地方，然后在这个地方呢，它会有这个我们所讲到的这一个包含主战机、直升机、无人机8架是在这边，在这个区块，而且中国这现在又开始改了，以前的时候会讲架次，讲机，甚至讲机型，现在全部都没有机型了。只有架次，没有任何机型，也没有任何距离。因为会标距离鹅銮鼻50海里，距离基隆多少海里，距离绿岛台中多少，现在没有了，完全没有了，就这样，大家自己看，就是只是一个很粗略的示意图了。换句话说，中国大陆在对台湾目前进行的是蟒蛇战略。大家知道蟒蛇，我们也看过非常多里面，就把人卷紧，越卷越紧。把人卷起来，那再卷，你看他去卷那个牛，卷那个羊，还有卷那个狗，我都看过很多照片。那个蟒蛇一卷，就把那个羊就卷，卷完之后羊挂了，窒息了嘛，然后就把它吞下去，就这样。蟒蛇那同样对台湾也慢慢卷，越来越近。那看台湾要怎么样去应变？但台湾问题很多，以前我在其他节目都有讲，台湾要去强化的问题最少有5个，因为今天时间关系，我这5个就不说。我不说，等到以后有空再跟大家再重新复习，我会加一些新的资料，又有一些新的观念，又有一些新的这方面的
这种战略战术的这种原则会出来。为了做调整，不是这种军事的原则有它的一个原则性，但是也有它的变天弹性，弹性有弹性原则啊，所以弹性原则这个国军教战总则17条、18条弹性原则，还有活用准则，不要忘了都有这些。那我们可以看出来，这个都已经中国大陆在这一方面慢慢都是慢慢紧缩，会慢慢越近，架设位会越多。无人机也有这个逆时针的无人机绕台，这个无人机也有顺时针的这边绕台啊，这样子把台湾整个四个上线都团团的围住，好吧？因为我们先暂时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中天军事频道，大国武器大官 on fire， 聚集战略专家、军事将领，专业评论，洞悉全球最新军武动态。请订阅频道，记得开启小铃铛，不要错过芯片上架和即时直播。好，欢迎大家回来。我们看了这个阿纳德尔。阿纳德尔 Airport 就是阿纳德尔机场。现在中国大陆的飞机啊，现在已经可以进驻到俄罗斯。你看，靠在最东边的阿纳德尔的这个军事基地，到这个地方，这个地方距离白令海峡非常的近。白令海在这个地方，这条虚线是国际换日线，国际换日到这边的话，就是减一天嘛。到这边你就要加一天了，啊，到这边就要加一天了。那现在是这边。我们在东半球，今天是9月4号，现在美国跟加拿大时间还是9月3号晚上，哎，现在在9月3号，但到这边9月4号，而且现在是9月4号下午，9月4号下午3点钟是这个样，这个就是国际换日线，那这是阿拉斯加，阿拉斯加是当初俄罗斯720万美元向卖给美国，美国以720万美元买的嘛，这是19世纪的事情。19世纪卖给他，那现在是美国的阿拉斯加。那现在这个地方是白令海峡，白令海峡这个地方是沃霍茨克海，那这是沃霍茨克半岛，那这边的话，这边是日本海，对吧？这个很清楚，日本海，日本海在这里，日本海出来，这个地方沃霍茨克海，这个是白令海峡，这个阿留申群岛，阿留申群岛在这个地方很长，它一直要到这边。它这个只是画的不是那么清楚，因为它比例尺非常的小。那现在这中国的这个上一次的时候，联合战略集团两架的俄罗斯的 TU-95 熊式轰炸机，搭配了中国大陆两架的轰6轰炸机，联合战略巡航白令海峡，我判断大概就从这个地方起飞。这个地方怎么来的呢？从北部战区，这是中国大陆东北，大家可以看得出来，中国大陆，这是蒙古。东北在这个地方，辽东半岛这里，从这个地方大家知道要前进到这个地方先进驻。轰六轰炸机的有效的距离是航程就是6000公里，对，当然你要空中加油飞到7000，飞到8000都可以空中加油，但是一般最大的航程就是6000公里，当然有的资料写5500公里了，那大家做参考就可以了，那先进驻。换句话说，以后中国大陆的轰六轰炸机，那甚至以后的轰20可不可以？当然可以啊，运20可不可以？当然可以啊，都可以进驻到这边了。换句话说，这边就算前进补给基地，一些地面的装备、加油的设备、加液态氧的设备，甚至基本的飞机的维修、换轮胎、过境维护都可以这么做。这换句话说，这个基地已经变成中国大陆可以使用的一个基地了。那可能有中国大陆的联络官。俄罗斯的联络官在那边，最起码需要什么行政资源、后勤资源，还是其他的人员资源，都要相关的。还有行政人总要吃，飞行员要住啊，要吃啊。那个地方北大荒，冰天雪地的，对。现在的话已经是秋天了，那个地方可能都已经晚上的话都已经是只有个位数了，8度、9度、10度而已了，对吧？再过一个月都准备要下雪了。那比东北还要北啊！东北在这边呐、啊，东北在这南边呐、啊，东北在这边呐、啊，这边是北部战区啊，北部战区的地方这边，它比北部战区的纬度还要高嘛。这个地方为什么要在这边？中国大陆，你为什么不在这个地方呢？为什么不在海参崴呢？为什么不在西伯利亚呢？我判断就是白令海峡，
白令海峡是太平洋唯一进入北冰洋，北冰洋的唯一的海上航道，其他都没有了。你除了到大西洋，大西洋有北海，北海回到了北海有冰岛，冰岛首都雷克雅未克，有格陵兰 Greenland， 大家很清楚嘛，对吧？在冰岛以前是属于丹麦的嘛，大家如果了解，那就是北海了，从北海过去，所以北海过去也是进入北冰洋。那以后从这个白令海峡进入北冰洋，一过去之后，就从北海出去到欧洲了，从北极翻过去到欧洲了，以后战略航道非常近啊，从这个辽东半岛一起航，对，通过日本海一过来，你通过中古海峡也好，军青海峡也好，中古海峡、军青海峡一过来就进入沃霍茨克海，沃霍茨克完毕之后。直接就是白令海峡了，北冰洋以后运东西很快，最少省8000公里，最少省8000公里，最少多的话就省10000公里，因为从这航运你要从南海过去，经过马六甲海峡，经过安达曼群岛进入东印度洋，然后穿越印度洋到阿拉伯海，阿拉伯海之后再切入进入红海，红海之后再走苏伊士运河进入地中海。进入地中海，你才可以到地中海的南端，包含意大利啊，包含法国，包含西班牙、葡萄牙。那你要到德国，那请还穿过地中海，通过直布罗陀海峡出来，在北上到英伦三岛，到荷兰阿姆斯特丹，到德国的汉堡港，或者这个到荷兰，到德国的。德国的，我们就讲航运的话，可能到法兰克福等等，啊，到法兰克福，那是空，它是航空机场，啊，我们讲到机场变成机场，但是我们讲到的是海运，啊，变成这个样，那这样子的话，那海运可麻烦了，旷日费时，啊，但是问题是走了大洋，这个我们叫做北冰洋，那过去就翻过去到北海了。就到欧洲了，就快多。这个因为地球慢慢变热，大家没感觉到。今年2024年是最凉快的，对未来最凉快的夏天了。2025年绝对比今年热嘛，只会越来越热嘛，不会越来越冷嘛，对不对？那2026绝对比2024今年的夏天来的热啊，今年算是最凉的嘛，对不对？那这样子，那换句话说，北冰洋的冰融化的时间更久。那北冰洋一融化了，那直接过去了。那小小的结冰破冰船过去破冰就好了，所以以后北冰洋整个冰都没有了，融化掉了，因为地球就要越来越热，是这个样。那以后走整个航线就出去就好了。而且这个地方有南千岛群岛，就是慈武哲卓国后色丹在这边呢，这个还没有还给日本，一直吵着要嘞，都没有给日本的，俄罗斯都没有给日本，对不对？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嘛。换句话说，这一个不简单啊，中国大陆在这个我们所讲的沃霍茨克，就是沃霍茨克半岛，在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已经有一个叫做阿纳德尔，这阿纳德尔这个大概拿英文直接念嘛，阿纳德尔 Airport 就是阿纳德尔空军基地，是这个样。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在这一方面的中俄的合作，由从海上已经变成到空中，甚至到机场的互相运用。我们看这一招就知道这个图好了。这图稍微更清楚一点，因为辽东半岛在这边，这是辽东半岛，这是我们叫做朝鲜半岛，这个辽东半岛一出来，你通过这个我们讲的对马海峡就过来了嘛，经过这个是日本海嘛，穿过这个是千，我们叫库页岛嘛，这是库页岛，这个是千岛群岛嘛，千岛群岛又有南千岛群岛跟北千岛群岛。穿过这个嘛，通过就直接进入我们所讲到的白令海峡嘛，什么白令海峡，这是沃霍茨克海嘛，啊，那我们穿过白令海峡，那这个基地在这边，我们刚才讲了一个基地，这个阿纳德尔空军基地在这边一起飞就到了嘛，那这个距离多少呢？600公里，600公里战斗机来看的话，半个小时嘛，半个小时就到了，一起飞30分钟就到了，一起飞30分钟就到了白令海峡了。所以二空白令海峡了，是这个样。
所以看中国大陆跟俄罗斯这方面的军事上的合作会越来越密切啊，因为俄罗斯因为俄乌战争，他要向外求帮忙，求帮忙，当然就是中国大陆了。其他的小国分量不够，影响力也不大，在联合国的发声量也不足，那就是求中国大陆。啊，求中国大陆，那中国大陆在这个地方区域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而且白令海峡不是光只是军事要义，它也是贸易孔道，也是具有商业战略的一个意涵，是在地缘战略上是非常重要的。那如果是不在这边扩张，那美国的阿拉斯加在那边就美国所掌握了。这整个一个弧线，这个伊留这个阿留申弧线，阿留申群岛在这个地方，整个阿留申群岛，这个我已经讲了，这个地方阿留申群岛在这个地方啊，拉过阿留申在这个地方，阿留申弧线嘛，这是个群岛。二次大战的时候，日军有攻陷阿留申群岛几个岛屿，有攻陷嘛。好，那我们再来看的刚刚要补充说明的是这一个，通过种子岛哈，种子岛这个地方，中国大陆的海洋测量船就通过是这个地方。岛跟岛之间，但是问题是它12海里12海里一扩张12海里就重叠了嘛，它无法通过这个线画出来啊，从这个地方，这个因为这个地方最窄嘛，刚刚出来嘛，啊，这个岛跟如果它这个串起来，整个是串在一起了嘛，对不对？你12海里都这个拉12海里，这个拉十二海里，这个拉12海里，一定重叠啊，在这边呢，这个大甜甜圈，按照甜甜圈理论嘛，啊，测量船就过来。航行过去，这个刚才那一章的说辞。啊，另外我们来看中国大陆无人机也常常飞到这边啊，中国大陆无人机，这是日本公告的啊，中国大陆无人机，看这个有紫色的，有红色的，各不一样啊，有这个红色的，你看它一样飞这些侦察航线，对的是与那国岛，这是石垣岛啊，八重山列岛在这边，八重山列岛。哦，这个地方是宫古群岛，在这边，宫古群岛，那霸在这边，哦，大家可以看得出来。然后这个是钓鱼台列屿，钓鱼台嘛，大家可以去。那最重要是这个地方，哦，他到这边侦察，这两个是石垣岛、与那国岛，在这边。与那国岛我在飞行有看过，在这个地方，那他的无人，中国大陆无人机也是一样，啊，这边要侦察这整个区块，也侦察台湾的花莲、宜兰、基隆这一带。这一点的话也可以侦察到台湾的蓝屿绿岛这个区块，那毕竟在空中它的角度是比较广，飞得越高它的涵盖量是越大，越低它的涵盖量越小，越大的涵盖量是越大的，这个可以做补充说明。然后再来就是我们讲到一下这个南海的问题啊，这个、仙兵礁这个菲律宾做准座滩，在那边停了很久的仙兵礁，那个时候船三七动一开始动了，离开两海里啊！你看它是冲着被中国大陆的船呢、啊、团团围住，这是中国大陆的船啊，它的海军也好，还有海警船也好，团团围住，看来全部几乎一个圆圈围住，还发生擦撞事件。大家看这一艘3701，就这一艘，咱们从今年四月就在那边了。那在上个礼拜有空投食物给他，在八月底的时候，今天是9月10号，空投食物给他，他出来了。他出来之后被中国大陆都包围住，那就要产生冲撞。那现在这个海洋的整个态势很清楚，中国大陆是绝对优势兵力，团团围住，绝对优势兵力。大家可以看得出，我们再拿另外一张来看，我们靠近一点的近照，近照是这个样子，这个状况，看到没有？这一艘就是我们讲的菲律宾的船，你看到没有？菲律宾的船，还有中国这个菲律宾的船在这边，你们菲律宾的小船，不是这一艘大，这一艘小的，菲律宾船都是比较小，是这一艘啊，中国大陆大船围住，大船围住，团团围住，大家可以看得出来，中国大陆在这一方面。仙兵礁目前都是优势兵力，啊，菲律宾在这方面，它的菲律宾的海岸巡防队跟菲律宾的海军毕竟是非常的弱，哦，所能够产生的效果是有限的。那我们现在看菲律宾的船，这个
他的这个他的海岸防卫队的 Coast Guard 海岸防卫队，看到没有？就在这边被中国大陆的船围住，这就是菲律宾的海岸防卫队，菲律宾 Coast Guard 嘛，很清楚，就这一艘，大家可以看出来，所以说还算蛮新的，大家可以看得出来。好，那这中国大陆的船在这个地方，随时都监视住的，这看得很清楚。啊，所以中国大陆在这一方面呢是很强势的。那至于他想要复制在1999年五月份的马德雷三号坐舱在仁爱礁，那他这个想要坐舱在仙宾礁，我认为菲律宾在这一方面想要复制，被中国大陆看出来了，不可能。中国大陆早就牢牢掌控了，而且中国大陆不愿意，不可能让菲律宾在坐舱仙宾礁，所以慢慢收网。那仙宾礁这问题不要去坐滩收住，黄岩岛不可能，黄岩岛现在中国牢牢掌握，现在就是剩下的是马德雷三号的仁爱礁，那仁爱礁中国大陆看怎么样去解决，毕竟已经25年了，从1999年的五月到现在为2024的九月，已经整整25年，超过25年。那换句话说，在这样中国大陆的手段会越来越积极，美国原则上希望菲律宾多买一些武器，买一些飞机。多买一些，编一些国防预算，来强化自己。但我认为，美国在这一方面，也大概采取乌克兰模式啊，能够在有限度的挺菲律宾，但是行动上要菲律宾去应对，是这样。大家可以看那个图片，那个整个的，那个菲律宾的那一艘船被中国大陆压在那边啊，挡在那边。那到底谁撞谁呢？大家都会在那边讲，因为已经三次了，相撞三次了，大家有点感觉到在玩那个捉迷藏，但是问题是中国大陆优势兵力，中国大陆的吨位大，中国大陆的艘数是数目多，中国大陆还有海军做接护，甚至会有一招即来的海上民兵，所以中国大陆是优势的。那菲律宾只要没有美国介入，菲律宾是毫无招架之力。那如果有美国介入，那就问题就会复杂了。所以美国在这方面有很多事情跟中国大陆是有竞争，又要合作，不可能为这个菲律宾为这个小小的岛屿撕破脸。美国原则是这个样，我干嘛为你这个撕破脸？你这几个小岛，你菲律宾的事情自己解决，你不要把我找上来。你就为了黄岩岛，你就为了仙宾礁，你就为了仁爱礁，为几个小岛要我出面帮你解决，你省着吧。你原则上你先多编点钱，多拿点预算。哎，是这个样，多买点武器，你多增一点兵才对。所以这样说，我认为菲律宾这一方面也是战略错误了。菲律宾应该要加强的是它的经贸。菲律宾现在国民所得每一个人才3200块美金，每一年一个人3200块美金，他要搞把经济弄起来，不然人民穷啊。菲律宾人口1.08亿人。他总要把这国家的经济弄起来，人民才会有钱啊。昨天菲律宾还水灾嘞，那个人都淹到脖子，我都看那个影片。对菲律宾，原则上菲律宾是错，军事上的战略错误，真是要支持国家战略，是要这样。我认为在军事上的这种斗争，它可以小一点，然后在商业上、经贸上、经济上、金融上，它要提升，要这个样。当然了，可能小马可斯可能有些把柄呢被抓到，被美国抓到，所以小马可斯不得不作为马前卒，没有办法这个可以看得出来。好，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再找个时间再跟大家做一些说明，不然的话，我们下一次要讲那个，因为最近比较热门的是1858年爱魂条约。1858年的爱魂条约，这个我们等到下一次有空的时候再跟大家讲。因为除了尼布楚条约是公平的，尼布楚条约，但是后来爱云条约、中俄北京条约，还有中俄恰克图条约、伊犁条约，很多条约这些条约这个有历史学家来讲，我只能讲个大概，我不要去讲得很清楚，因为我是学军事的，这些历史由历史学家来做说明，还比我来讲的精彩。讲的详细，讲的深入，讲的专业，但是我认为这些爱魂条约丢那么多的土地，包含这个乌苏里江以东，包含这个
这个大兴安岭以北就是外兴安岭、啊、外兴安岭看看这黑龙江，黑龙江以北乌苏江也整个丢掉，非常可惜的这个那么大的地方，这当然是清朝嘛。大家讲1858年1840年的时候是鸦片战争嘛，很清楚嘛，这是讲了1858年了，那是正是清朝积弱不振、啊、上权入国嘛，丢盔易甲，这割地赔偿嘛，是这个样，五次对外战争嘛，对不对？包含中英鸦片战争、英法联军之役，还有中法之役、中法安南之役，对不对？到最后面是中日甲午战争，最后面是八国联军，1900年，对不对？这很清楚啊。那以后我们找一些历史学家来讲，那有空我再讲一下这些条约所丢失的这些领土。那今天时间的关系，跟大家说明到这边，谢谢大家。朋友都知道我是很挑剔的，防晒乳我选 KISS 皇家呵护抗光清爽高防晒凝露，因为它有媲美蓝光神盾的抓藻植萃，保护我在阳光下延缓肌肤老化，维持青春弹力，可以防御工作环境里的 3C 商品各种光源对肌肤的伤害，擦起来清爽不黏腻。我特别喜欢它做到海洋友善，365天天天抗光抗老化是我的保养日常，你呢？呵护您，呵护全家人，专属你的 KISS Royal Care 抗光清爽高防晒凝露。